颜色出酒要放乎袂记你，旧情绵绵每一卡想也是你。正进行的是星象专访，今天星象专访呢依然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命理学研究中心的班主任钱思武教授，再一次到节目中来，欢迎您钱教授。啊，谢谢各位的收听。想请教老师哦，我发觉到这个民生报哦，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篇文章当中有写到这个西夏哦，出土的文化当中呢，发现了一张面相图，表示在1000多年哦，西夏呢就已经有这个面相的学问了。好，先请老师可不可以谈谈我们这个西夏文化面相图它所带给我们的智慧呢？对了，在民生报啊，这个八月中旬呢、啊，我也看到这篇文章，西夏文化出土的一张面相图呢，已经破破烂烂了、不过上面画个人啊，然后把面相的宫位啊写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这个面相啊，早在古人呐、很早很早以前呢、他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面相学绝对是很正确的，不是啊随便后人来猜测的。不是自己去研究发明，而是从这个古老传下来的。对。老师，那既然是传下来的话，我相信应该有他一个要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啦，或者说他的思想啦，希望给我们一些这个智慧啦。对，所以这个古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命了这些名，比如说啊80个这个面相的流年，还有12宫位，还有5个官。他的这个名字为什么命呢？我的想法啊，就好像那个穴道为什么有360个穴道、这个360个穴道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说，有可能古时候的人他有这个高僧很高明的和尚他们在打坐的时候，是跟天地交通的时候呢，所悟出来的。这是异于常人的人所能够悟出来的。可能一个高僧和尚他对医学本身有一点基础那打坐的时候，他身上360个穴道发光他就知道某个地方有一个穴道。是那这个穴道要命什么名字，这个就是大智慧。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无法去推翻我们现在的人好像无法推翻说这个穴道不应该命这个名字。几千年的这个肯定下来对。所以各位这个古人所留下来的这种宝库知识的宝库我们绝对要去发扬光大。对，值得大家去研究发扬光大的。好，那再就要请教老师，这个面相的名称和12宫的名称，这个命名的由来可不可以请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研究它这个面相呢？像12宫的名称，有的时候什么田宅、父母、福德啦这一类，它的命名由来又是怎么来的呢？你看嘛，我们面相的第一个开宗明义的流年，1岁、2岁走天轮。天轮就是耳朵的最上面的这一个地方。是。那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天轮之乐吗？对。对不对？你看你刚刚结婚，父母刚结婚又生了第一胎，又是儿子，哇，这是一种天伦之乐，真的是。所以他这个名字会命名为天伦他可能早就知道你们以后会有一个天伦之乐这一支成语。但是为什么会走到耳朵上头呢？对啊，然后2岁3岁、4岁走人伦，那就比较没有那么快乐了嘛。那5岁、6岁就走这个地轮就是说他又一个了，然后幼儿又是7岁、8岁又走天轮，就7岁、8岁又有一个生命的高潮。好像读小学了是父母放松了所以你要仔细去体会他的每一个名字的过程跟我们生命的变化，还会体会出很有意思的都有一些诀窍在里面所以老师没有给大家点开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去怎么样去观察去体会它。而且他在18、19岁的时候走父母宫日夜角，就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在18、19岁的时候他的走的叫日夜角那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在18、19岁的时候最需要父母的关切，是。所以父母在18、19岁的对他的关切就能够扭转他一生的命运未成年很容易变成不良少年那样子。而且呢他在43、4岁的时候走这个年上寿上在那个面相叫做极恶宫就表示说我们一个人在43、44、45的时候有一个生命的关卡，就是要身体啦什么啦全部要小心就是了。对，你像我钱老师现在住的隔对面的房子就被封了哇，他的年龄就是在45、6岁的时候，你看事业垮了亏了2000多万，那正好跑路，糟糕。所以这个45岁、6岁那个的人有很多人事业失败的，我历经好几个
哦，老师所这个看过的这个面相啦，所研究过的对象当中有好多是这样子的。对，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四十五六岁，这个在十二宫叫做极二宫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在面相最高的地方，你躺在那个地方来看的、啊、这个地方、啊，鼻子的最尖，鼻尖，哎，鼻尖的这个地方啊，是最高的地方。那以前的人啊，我认为我们这个有很多这个面相老师啊，他研究不通啊。极二宫就是看你有没有开过刀啊，你这个地方的气色不好，有三条疤痕就开三次刀，这不是这样解释，不是那样看法、嗯，不是那样看法，这个角度想错了。老师，那假如说您刚才讲说鼻子最尖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讲说以后到那个时候，可能不管是这个钱财啦，或者是健康啦，有的人会糟了啦，这可能大家都很关心了、啊。如果这个地方偏偏好，这个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发育的时候，好青春痘满脸，就给他挤的都是倒灰啊，都是疤痕，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讲说整个脸上有很多的疤痕，脸颊啦，鼻头啦，甚至是额头啦，这样子在他走到这些宫位的时候，会不会有所谓的损伤呢？嗯，有的，所以这个麻子，你像麻子啊，啊、嗯，麻子不是都是疤痕的吗？是，还有是满脸的都是对刺的都有。对，所以他又发明那个道理，有一宫不麻就富贵了。麻子啊、准鼻子不麻就富贵，眼睛不麻就富贵，嘴巴不麻就富贵。那如果说他是因为是麻子嘛，所以哪一个地方不麻、嗯、那个他算是这种脸相的这个富贵、九足一亲，九个不好一个亲。那问题是我们朋友们如果说九个都很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小姐很漂亮，就是她鼻头上有一个青春痘的疤痕、那这样子呢，那就一件破九柜。哇，这话都有的说了啊、哎、话都有的说，这样听起来就很大家觉得很可怜哦，就是好好的一个脸呢，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疤痕也会被星象老师讲成这样。那老师，那如果说这只是星象老师的一般的这个、对外的讲法，那老师您实际的讲法的话，就是说真的有这些疤痕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绝对会的，还是会、绝对会的。就像上一个例子讲的嘛，嘴角受伤，就在那个年，他的家里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哦，嗯、那我们谈到最后呢，谈到这个五官的问题，可能没什么时间要能谈到啊、哦。假设我们的叫做什么采听官啦，是耳朵啊、哦；审辩官啦，是这个鼻子。那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关系到这个命名的智慧？对对对。想到一个问题啊，想先请教老师，因为我记得前不久，自从来请教钱教授以后，有谈到这个面相、手面相的种种问题呢，我自己也就很好奇。那有一次呢，听朋友们介绍说有一个这个星象大师啊，他专门是教课教手面相的，那我就跑过去这个去拜访他，请他去算命啦，给钱算命。但是我朋友说啊，他算命的时候，老师呢是收他1000块，我过去呢，他告诉我说要3000块，我奇怪，我都没有递名片，你就要我3000块。但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朋友呢，他要2000块，这样我算算，我好像还很撩钱哦。但是我要请教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所谓的分价钱来看相的老师呢？哦，对，面相老师呢，可能是非常高明的哦。他要收你3000块，就是说你的相貌。你的手相面相有3000块的行情哦，看我舍得给就是了。表示你有3000块的作为啊、哦，那是最好了、你的朋友呢？他收2000块的，2000块的作为。那他怎么不收我3万块呢？我也给。那另外一个朋友1000块的，1000块的作为。哦。哎，我们一个人的相貌啊，就像小狗的品种一样。啊，狼狗就值钱了嘛，哈巴狗就比较不值钱啊。对，那个土狗更没价值了。对对 对, 对，不要土狗，要土到台湾土狗还有行情。镰刀尾的。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的面相的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作为啊、富贵啊、对，他要收你这个行情，一定你有这个思想。是，嗯，那老师，那我们讲说这个脸上的这个面相一定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作为来讲的话，我就想说这个面比较重要，就是这个五官嘛。像我们一般讲说这个昨天没有谈完的这个耳朵呢是采听官啊、这个鼻子呢是审辩官，这一类的这个五官来讲的话，到底可以看出些什么样端倪呢？对对对，古人哈、命名这个五官啊，我也是非常的诧异。有一天啊，在山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想到1岁到14岁
的耳朵就叫做采听官。嗯，他就告诉你1岁到14岁的学习靠耳朵。哦，哎，是。但是呢，所有面相书没有人这样写的。对对。审辩官就是说，啊，审辩官就是嘴巴哈，嘴巴就是50岁到60岁的这个，啊，走嘴巴，嘴巴就是审辩官，就是说你50岁到60岁讲话要算数。50岁到60岁的人讲话像放屁的话，这种人就没有什么作为，就收他500块就好了，啊，1000块都不要收。啊，哎，那还有监察官，监察官就眼睛啊，30岁到40岁，啊，监察官，30岁到40岁的学习靠观察，对对对，人生已经有一半的这个阅历了，哎，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人生的过程哈、啊，从这五官里面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嗯、是，嗯，老师，那我们讲说这个五官来讲啊，人都不爱五官。那假如说我们讲这个朋友他是眼睛失明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类的朋友的话，这个我不知道眼睛是多少岁数会走到他这，那对他的人生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嗯，眼睛失明的人他的田宰宫就没有了嘛，因为眼睛就是他是这个啊。这个监察官，但是他是田宰宫，田宰宫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照相生意的。嗯，在几十年前呢、啊，他家就开照相行。他在18、19岁就开始跟爸爸学照相，靠眼睛、哦，靠眼睛。他用眼睛用神用的很多。哈哈。结果他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去跟人家盖房子，结果欠了一屁股债。哇，就是因为眼睛他本身坏了这个面相，是不是？不是，他因为他眼睛的神消耗太多了。啊、哦。对，在眼睛上面亏损就等于是这个田宅方面了。对，因为他在18岁就开始赚钱了嘛，18岁用眼睛赚钱，赚到30岁的钱，然后用眼睛亏钱，又再走到眼睛硬的时候，在他30岁到40岁亏光了。那我们平常应该好好保护这个灵魂之窗哦。对。那老师讲说，现在小孩啊，普遍都是近视哦，电视儿童啊，这样子的话，尤其是眼睛看得变成两眼无神哦，那这样子对他以后会不会一些普遍的影响呢？对啊，一定会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车子越坐越大，嗯，房子越住越小，对不对？对对对，那公车嘛就越大，哦、小包车的，对不对？那房子的越小啊，都小公寓、小家庭嘛，所以这个跟我们看电视有关，变眼光目光短浅了。哎，啊、哦，好，老师，那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手相啊、哦、和面相，我常常看到一些很多老师呢都是手面相合看的，看了面相之后一定要你把这个手伸出来给他摸一摸，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手面相要合在一起看呢？这个叫手面相称，手相比面相来得漂亮的人，赚钱不要跟人家花，不要被人家花，不要被人家花、嗯、面相很漂亮手很粗的人赚钱要跟人家花。哦，手相跟面相一样漂亮的人就是富贵命，叫做手面相称。那老师，如果说他是一个长得非常这个怎么讲，瓜子脸非常漂亮、端庄娴熟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是家庭主妇啊，这个家事也做得多了，比如说这个怎么讲呢，洗洁精啊什么，哎，跟她气味用多的话，那手就变得比较粗糙。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影响到她的运气了？对呀、啊，她一定赚钱要给她儿子花、老公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哎、有道理的。是、嗯，老师，那这个手相和面相合在一起的话，哪一种比较重要呢？就是要平均，手面相称，哦、嗯，还有比如说你的相貌很漂亮，但是你的声音，啊，声音好不好听也很有关系呀、啊，啊、声音跟相貌又要相称，啊，手跟相也要相称。是，那我们这样讲，老师，那个人家都说手面相其实会改变，所以要看流年。手面相平常会这个变化的，要多久才会变化呢？喜怒哀乐一怒之间，一怒之间呢、啊？一怒之间哈、啊，你3年的修行呐、啊。抵不过3天的烦恼，你修行的3年、手面相相当的好，只要你有3天的烦恼啊，警察一推门一按电铃、啊、都完了，那都完了，手面相都没有了。是老师，那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们大家怎么样来学习哦，从这个手面相来看出我们未来的吉凶祸福呢？嗯，其实是瞎子摸象哇，哎，其实没有办法啊，你什么时候会好什么时候好，这个实在是很难去确定的。没有，就是这些，这个不是一个肯定的学问吗？对，比如说你现在鼻子很好，你现在才20岁，鼻子要40岁，你这20年的变化，好好保养，哎、好好保养。万一鼻子受伤了，跌了，骑着摩托车摔了一个脚，鼻子准头没有了，那你40岁会好吗？对，万一你一个鼻病哦，要去开刀，一个疤痕到40岁也是完蛋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要考虑的太长久，考虑今天、明天有没有做善事啊，有没有关心别人、哦、啊。
这是比较重要的，对对对，面相自然就会很可爱，外面不可憎。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所以今天呢，老师继续跟我们谈到这个手面相的智慧啊，最重要呢，不要烦恼太久以后的问题，因为自然会写到脸上啊。但是呢，要多做善事，多关心别人的话，自然我们的脸呢、啊、就会表现出很好的，而且呢，可以庇应我们自己以后的这个未来运气。很多朋友们啊，对这个长辈啊，已经过世的这个阴宅啊，非常的关心，因为但是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都搞不清楚它的效果，甚至于它的这个影响程度。想要先请教老师啊，老师您学习阴宅有些什么样的过程呢？嗯，钱老师学习阴宅的过程哈，我记得我在就读大专的时候啊，我经常到国立中央图书馆去看书。嗯。有一天呢，我就在国独立中央图书馆呢，看到有一位啊余老先生啊，就是我的老师余永士先生呢，是他在那边看这个阴宅的书。嗯，啊，我不认识他，我那时候才18岁。嗯，啊，我就跑过去跟老先生请教，哎，老先生，您看的这个风水的书，我想跟你学习，我想拜你为师啊。那个余老先生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呐，不要学这个东西，嗯，啊，还是好好的去读你的书好了。哦，哎，这个是老头子的玩意儿。嗯，哎。但是呢，我很诚恳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哦，锲而不舍的，嗯，一定要他教我。但是老师，假如说您是跟他在图书馆见到，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功夫到底有多少呢？嗯，我看他在看这个书，看得很专心，好、嗯，而且呢很认真，而且他的年龄当时已经有70岁的样子了，啊、哦，那个胡子都很蛮长的，嗯、啊，我看他那个有点道人的那种味道，哦、啊，我就主动的跟他讲，请他要教我。嗯，哎，我不认识他，是有没有非亲非故的？对对。那他看我的诚恳，从此以后，他每个礼拜天都带我去山上爬山。嗯、好，然后我们两个一老一少啊，带着水壶，带个馒头，从早上啊就开始去逛逛山、溜山。哦，去寻龙了。去寻龙，哎，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来龙去脉，怎么点穴、嗯、啊？那我在他的指导之下呢，大概花了2-3年的时间了、啊，我对这个寻龙点穴的功夫啊，已经啊有相当独到的看法。那要当然，既然有独到的看法，就要请教老师。老师，您对于这个阴宅有些什么，学了这么久啊，而且也有独到的看法，有些什么样的心得呢？嗯，我们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叫做“福地福人居”啊，福地福人居。是。当时我听这句话听起来哦，好像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我经过了这样10多年、20多年的体会哈、啊，印证经验，印证经验之下，我认为哈、啊，“福地福人居”这一句话的确有相当大的智慧。嗯，不是随便说说，就是说你的道德，你这一生的道德就是死地哈、啊，死了以后你的风水，嗯，你的时候你死后的风水是怎么样，你的就是代表你这一生的道德，哦，嗯，所以我们做善事的话，一定会得到好的道德。你假如不择手段的去争取好的地理，你不做道德的话，老天还是不会让你葬到一个好地的。搞不好旁边呢、啊，一会儿开垦啦、啊、什么，就把那个风水给什么左青龙右白虎给破坏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去体会这一句话。是的，我想这个很重要。但是老师，我听到另外一个啊、例子，好像是听说蒋公中正啊，他对于阴宅也有点研究，是不是？对的对的，因为蒋公中正哈、啊，他对阴宅有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余老先生他以前就在中央图书馆管理这个善本书籍。嗯，好、啊，三本书籍，那他就是说，蒋公中正有下手意，要来借一部啊清朝的地理书，有24大本，哇，要拿到官邸去看，嗯，那他是亲自把它找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四本书所以我才知道蒋公中正他对于风水方面相当有研究，啊、阳明山的中山楼就是国民大会的开的这个中山楼啊，就是蒋公点的地，哦，他找出来的位置，对，那为什么？这个中山楼要点在这个阳明山呢、嗯、而且这个阳明山有这么好的这个灵气呢，嗯，大家在那边开国民大会呢，因为这个中山楼盖在那个地方，今年受到这个山林毓秀之气的这个滋润，嗯，所有的人到了那个地方去开会以后，讲出来的话都是利国利民的，
哦，啊，绝对讲出来的话绝对不会说啊，我们来开垦一个山坡地来做高尔夫球场啊，一个高尔夫球场呢200万的卡，说你要有200万才能够进去打高尔夫球，绝对不会讲出这种话，是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地理它会印上好思想。嗯嗯，哎，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人，他父母是做农的，结果他生了10个博士，为什么？他的儿子10个子孙都得博士，因为那个他的那个住宅啊，就是向着这个很好的风水的地方。嗯，所以小孩子在那边住了以后，他自己会奋发自己，就不需要这个父母去操心他了。对对对对 对, 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哦，因为我们一般呢是这个住的啊、哦，这个活人住的叫做阳宅风水，那但是今天我们要请老师谈的是阴宅风水，就是我们这个已故的人哦。那这样子的话，阴宅哦，老师可以分析一下阴宅到底对于我们后代的子孙的影响有多大呢？又有哪一些影响呢？这个阴宅对我们后代子孙影响有30%。哦，天地人啊，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找到一个很好的风水，你可以在你的命运里面拿到30分的这个主钱，是，然后还有30分是我们的道德，嗯，啊，我们有没有做善事，人啊，天，老天，老天啊，老天的话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嗯，啊，天时30%，地利30%，人和30%，嗯，所以它有对我们影响30%。有1/3的这个影响了，哎、哦，影响。那到底我们讲说埋到一个好的风水上，对我们后代子孙好有30%，那到底是影响哪一些部分呢？嗯，比如说影响他的财运，哦，影响他的健康。嗯嗯，据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在内湖山区找了一块地啊、哦，那个地呢靠水边，据说历代啊都是啊得气喘病死掉，哇，他们的子孙有一房。水气重，哎，嗯，那后来就是请了风水师去把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把那个风水祖坟挖掉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换一个位置以后，换一个之后啊，就没有那种事情影响力，哎，所以哈、啊，有的人讲说这个祖先嘛和后代子孙应该算是一种因子感应啊，也就是一种遗传学的这种影响，父母的那个葬在什么样的湿气比较重的话，后代子孙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哦可这种体质啦。老师，那您有没有很好的这个例子可以介绍给大家呢？好的，我要讲一个我钱老师看这个阴宅哈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哈，在民国哈74年的11月10号这一天啊，癸丑日辰时卯将这一天呢、啊嗯、我有一个林丰信先生哈、嗯、他在斗六，他请我去看他父亲的风水，他对他的父亲的风水啊战战兢兢，请了10几个风水师去看，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而且他说他父亲本身就懂风水，嗯，所以他对他这个父亲的风水啊很挂碍，嗯，那一天早上8:20呢，他开车啊带我到他父亲的风水上去看，他父亲的风水做癸山丁向，做北向南哈、啊嗯，然后他开车的时候一面放着 tape 音乐，嗯，然后到了目的地下车以后，我们就到上面去看。看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一些好的东西，嗯，啊，怎么样，怎么好，啊，听得心里很高兴，安心了，很安心了。结果我们就下车以后就坐上他的车子，嗯，车子一发动以后，刚刚那个 tape 还没有唱完的那个歌曲，接下去的一首就是说，把烦恼抛掉，儿子你不用担心的歌，嗯、哇，那个歌的 tape 就是这么妙，就正好是那一段，就他说、儿子啊，你不用担心啊，你把你的烦恼抛掉，我就告诉他，你看。这个贴布告诉你的吧，嗯，钱老师高明吧？这个例子啊，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哦，表示这个放到一个好的阳宅，这个阴宅风水的话，我想后代子孙呢，心情也会比较开朗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阴宅的问题哦，暂时在这边打住哦，当然有机会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详细的讨论的。好，今天星象专访呢，非常感谢能够邀请到钱思吴教授，谢谢您。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悄悄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眼眶。